里，
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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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然后上面我刚有看到他了，看到。看到。嗯。你们合作很多。哇，太多，因为差点比我多了。嗯，是吗？对啊，我们本来是合作最多的，差不多。他变我。对啊。也慢慢变成最多了，也不会了，因为很欣赏他，真的非常欣赏他能写的东西。对，因为我第一次跟他合作是《喜剧之王》那首歌，我知道啊。对，我当时脑子里写完这首歌之后，就其实我大概都会自己写词，我大部分的歌都自己写词。但那首歌我就觉得说，我当时就一下就一秒钟就想到王伟了，但我从来没跟他合作过。对，我就赶快通过朋友介绍，然后。缘分。对对，认识。我加了第一句就是说，我说这首词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可以写。哦。对。这个世界上面只有你耶。对，谢谢你，谢谢完美自己。所以，好了，你又会写词，完美也会写词，你帮我写两首歌，一首你写，一首他写。两首。还有。马上可以发片了。其实我还有一些朋友都想，就是叫我帮你。下单的，他这样说你客气，但是你帮先帮我写了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定了。OK， 好，继续加油。